上个月电费超标了啊，从今儿开始必须一整到底。我论文查点资料，一会儿就好。那正好，我炒个菜。温度不够啊，换个游戏。OK。好热呀，开会儿空调吧。你看隔壁开了吗？开了呀。嗯，那不就有阀了？哎，真舒服啊！我们在闪一种很新的电。啊啊！谁说物理学不存在？来吧，人儿，电荷守恒定律。